是 Mini， 欢迎回到多益小便当。那我每周呢都在这边和大家分析一些 TOEIC 的题目，所以要记得随时回来关注我们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Don't forget blank the memo to staff in the mail room as well as those on level 8。选项 A to distributed， 然后 D 是 distribute 原型。那这一题的中文意思是别忘了把备忘录分发给那些有在邮务室的人员以及在八楼的员工。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distribute 这个字就是分发、分配、发送的意思。那有另外一个跟它非常近、很长得很像的字叫做 contribute。那 contribute 是贡献，这两个字呢常常都会出现在考题里面，可以一起背一下。那我们回到这一题的文法，你可以看到 forget 后面有 blank， 对不对？那这边呢就在考你知不知道 forget to 加上原形动词以及 forget 加上 ving 的用法。如果用 to 加上原形动词，那就是忘记要做什么事情，那forget 加上 ving 的话就是忘记曾经做过什么，到底有没有做你忘记了，那我们就会用 ving。 那这一题啊，他说 don't forget to 就是叫你不要忘记去做，所以我们答案就选择 A， don't forget to distribute the memo to staff， 就像这样子，不要忘记去做。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记得要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My heart.